有农地、仓库要出租的地主请注意，违法集团正到处寻找犯罪地点。当初是早已是想讲趁钱煞噪音，啊，无伊拄着安尼，我实在足艰苦。地主收了几万块的租金，却可能要付出千万代价。政府列管的废弃物怎么会到处流窜？11月18日星期一晚间10点，我们的岛将播出《桶装废弃到我家》。